第五题，装置上电池的功率为多少瓦特？电池的功率就是所谓的总功率。题目上已经告诉我们，功率的计算公式叫做 P 等于 IV。我们要算所谓的总功率，要用总电流，要需要总电压。那么总电流题目已经告诉我们是3安培。那么总电压在第四小题，就是电池的电压。我们已经算出来了，叫做10伏特，所以算出来叫做30瓦。第五题问我们说，电池上电池的功率为多少瓦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30瓦。